你看看。我给你买了两套衣服，那你帮我拿。对，那你帮我拿吧。来。不懂合不合适哦？帅不帅？帅。试一下看。好不好看？明天你穿这个去学校了哦。肯定脏完。脏就脏。哦，还是可以的嘛。哎，哪个是？这还有裤子。裤子，这个是穿这个那么薄，明天穿不了这个去，穿这种厚一点的。明天会冷吗？冷的吧。你穿试看，合适吗？长度？直接扫进去啊！我也有衣服啊。有什么衣服？有。我也有衣服啊。有什么衣服？我有衣服要送给你啊。切，这堆了吗？没，这里。哎呀，一堆酸菜都是白色的，又不爱洗又爱买。就是白色的我才留给你，因为你洗的比较干净，知道吗？有小费吗？有。一块是五块。你先洗再说，我再给。得吗？得了哦，去照镜子看，帅不帅？不要翻了，就死了。帅。怎么样？嗯。广西公墓山，手机。嗯。我还给老妈买了一样东西。买了什么？你猜。被子。下个月。被子啊。我以为是。也是不也算是被子，下个月不是要这个月中旬啦、啊，下个月不是要砍甘蔗了吗？嗯。老妈不是早上起来早早的去砍甘蔗嘛，骑那个电动车去，然后冷冷的，哦，然后买了个挡风柜，装去装给他，给我看一下，哪里用嘴嘞？那么恶心，脏脏的，冷哦，今天冷，明天应该不会冷，谁说不冷？早上五点钟起床，五点半这样子去工作，什么概念？嗯，可以哦，想得就到哦。我说你看老妈开心吗？你看见老妈在家？老妈在楼上看电视。蜜、啊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蜜，熬完了吗？嗯。这个等你不是早上早早的去做工吗？你那他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这个这样子。就不冷了，哎，没得一个哦。这里还可以挡一下你的脚。哦。这样你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这样子放在脚上面，然后这边放在手里面。哦，会了吗？啊、哦，会有没抬了吗？啊、嗯，但是这个开的时候，这个控制方向会有点那个，你小心一点开。啊、哦。你看，感受一下，暖不暖？我再试一下。等一下我帮你按到那个电动车上去，你这个这样子搞到头上去它就可以飞下来了，然后你把那个这个小飞机按了，我才飞机按了都有啊，我知道，不是吗，这个安上去的吗，不是睡到了才安吗，安在上面就不拿下来了吗，你拿那么傻没嘛，脏就脏呗，脏了再换呗，你这个小被子你放在腿上面的见没，哦，这里有个小被子，有啊，早上出门就不冷，安啦，人想被多呀，那也可以放啊，放够了了的，人想被多你肯定要安不上去了，那不安那平时我也开呀、啊、不安、哦、安完就安、好不，你儿子每天都叫老妈炒饭，炒饭那么干、我吃晚上也叫炒饭，哎呦，佩服完。炒饭干干的，不要吃那么多。嗯，这辆车还是，奶奶还是我去柳州打工的时候买的，是吗？买的。起来，起来。奶奶。什么？叫奶奶。奶奶。好多天没得叫我了，把我的名字都忘记了，是吗？想我吗？想。想啊，怎么我感觉不到？嗯，妈妈，那你没有回来，你进来。
婆妈家。你不回来。那我不工作嘛。哎，整天问我，哎，要这个要那个，买新衣服啊，买鞋子啊，那不赚钱啊，是不是？你在婆妈家住了好几天不？是啊，住了好几天。怎么打工？这样打吗？试一下。你看里面暖吗？暖。哦。暖不暖？暖。好像也是。可以了，又这样了，这样不行了。那是两个小被子。那，嗯，这种很暖的哦，被子吗？嗯，被子，小被子。盖起来。嗯嗯嗯，走。明天帮我剪发吧。嗯嗯。真的吗？那么喜欢吃炒饭吗？我要拿一个东西。骑象唱歌。嗯。哪里？那个好听啊。唱这首歌。嗯？全部都吃完了，只剩一个。你换厚一点的裤子吧。